穿着外套包着全身紧紧的就是艺人彭恰恰被警方给带出来，因为当天晚上他经传被债主带走，出动了大批警力。65岁彭恰恰欠下2.4亿元巨债，前年召开记者会宣布破产，自嘲在工作20年也还不清债务，不仅曾被债主带走，连鹿港卖蚵仔煎的夫妇也透过媒体跟彭恰恰讨100万，近日更承认与结婚37年的碰嫂约2年前就离婚，大安区的豪宅也给了老婆，拿过5次金钟的一代主持天王，如今没钱没老婆也没房子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且听我们娓娓道来。我觉得命中贵人蛮多的，对，有一档是歌厅包档，魏子云先生来包档，魏子云当年是很红的武打小生，那公司就反正我是主持人一定的嘛，就调成2000，那他跟周雅芳小姐当主秀这样。那我一个人访问8个，我一个人而已，我必须把握住那一档，那档对我来讲蛮重要，人生重要转捩点。因为我知道魏子云都是武打，对，他是导演，我有时没事在他面前撤题啊，后台不认识嘛，有时没事，hello。这边不会，你只会那边，因为右边本来就比较灵活。不是，我没学过跆拳道，这是那模仿出来的。凭空乱踢，就看跟你看李小一样，脚还是蛮稳的耶。我还年轻，然后这，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发现我。你踢了那么多下，你说你在魏子云的4周踢吗？对对，我踢了大概3天吧。他没有请助理帮你赶走。没有，因为大家都在后台，所以你是假装在练身手的感觉，对，让他注意到。然后3天他就注意到，说你这个人会武功。没有，他问我一句话：“你有练过吗？”有。嘴硬，这样可以找死吗？万一他他说我有个戏哈，你要不要来？哦，天哪，那还得了？还真的被他注意到。对，终于那个彻底发挥了作用。老家在嘉义的彭恰恰北上圆心梦，1984年终于被男星魏子云相中，带进华视龙凤旗下嘎一角，正式踏入演艺圈。5年后就以连环炮拿下金钟综艺节目主持，亲切的形象和爱开玩笑的主持风格，不仅成为节目的收视保证，还被创作成儿歌大鼻孔。他与徒弟许孝顺合作的《铁狮玉玲珑》系列，更是让两人登上演艺事业巅峰。康康竟然上课拖大便，真正是太过啊！连牙齿讲都唔敢讲，你这细汉那里必须短奶，这里未更小就好。刚刚发生这款代志啊！你说奇怪呢？你什么物件？唔好偷着，你偷着那物件，那物件是换钱哦。偷大便那奇怪，那一偷大便，干嘛要偷大便呢？啊，你偷一块也是偷，偷两块也是偷，你干嘛偷大便？为什么偷别的呢？没有啦，我讲的是偷大便，哎，不是偷大便，啊，就像偷错赛，你偷起赛，你偷错赛，我不如啊，他偷起赛是。除了演歌、主持3期之外，彭恰恰会导会编，词曲创作也没问题，是台湾演艺圈少见的全才型艺人。这是什么东西？2005年，事业如日中天之际，彭恰恰爆出震撼社会的自慰光碟案。他在女星卢静面前自慰遭偷拍成光碟，并被当作把柄勒索了大量钱财。他个性低调，不爱惹事，为了摆平这件事，
彭恰恰拜托黑道歌手郭贵宾帮忙协调，没想到又被郭恐吓取财，前前后后付了4000万，威胁不仅没有消除，他还罹患忧郁症，直到整个案件浮出水面，透过法律手段终于得到一丝安宁。其实为了拿钱给对方，他不仅花光以前的积蓄，还向地下钱庄以13分利借钱，利滚利最高欠债达8000多万元。后来他将收入全交给太太，花了5年才还清债务。然而就从这件事情开始，彭恰恰往后的人生注定与钱纠缠不清。好，那如果你真的做导演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像现在赚那么多钱。我觉得进演艺圈虽然是后悔，但是演艺工作是蛮好玩的。对，你敢每一个区块，我到最后只好设定说，不管赚多少钱或怎么样，我要把每个区块都完成，对自己有一个交代。唱歌算唱到了，对不对？专辑也出这么多张，也出了嘛。虽然他不卖哈、嗯哦。对。那演戏方面，我转导演，希望有一天能够瞄准导演奖，对自己有个交代。那棒球这一块，我希望能够达到职棒，哪怕只投一个人就可以退休了。可是，因为那个事情也把我梦给打碎掉。原来都快完了，差那么一步而已。你是认真的要打到职棒啊？真的，我跟兄弟像已经谈好了。那一年我当练习生，隔年他就选秀把我选进去，然后只要投一个人，因为是职棒的规矩，投手起码要投满一个人，只要投一个人，我就当场宣布退休，这对我棒球资历就完结。你这样不是在整兄弟吗？不会，什么叫投？就是因为他们给你钱，然后你只来投一个人。不是，不用钱呢、啊。哦，免费的，而且这是很温暖的事情，这是圆梦计划，都已经想好。经历这场风波后，他主持节目收视稳定，光手上3个节目就月入逾100万元，这样稳稳赚下去，生活绝对无余。但为了拍片，彭恰恰几乎失去理智，只要听到有金主愿意投资，他总是想都没想就先答应签约，被骗了以后只好拿自己的钱去补，自己的钱不够就向地下钱庄借。他总共拍了4部电影，票房不仅无法还债，还倒赔6000万。虽然说不是赌博，但这样赔钱还一直撒钱的行径，跟赌有什么两样呢？我连360，他要人来的话，我都开心到不得了。没有事情的，我跟他的交情不会有事情的，见了面就没事了。2019年初，于天二女儿于愿起补办婚礼，李亚平受访时表示，彭恰恰只包3600，所以把红包退回去。彭恰恰也回应，您嫌少，那对不起。虽说红包没有规定一定要包多少，李亚平被网友炮轰也是情有可原，但一代主持天王只包3600，确实也令人怀疑，难道他真的没钱？果不其然，同年底外界就盛传彭恰恰借了高利贷，欠债高达上亿元，之后更有报道指他被逼得自杀。到了2020年8月，他站出来否认轻生传闻，但我宣布我已经破产，人格破产，信用破产，从我拍电影到现在，负债额大概2亿4000万。为了还清这2.4亿，他把大安区豪宅拿去抵押，目前住在朋友家，跟老婆、小孩形同分居。更惨的是，户头只剩500多块。然而他依旧没有放弃，绝对不会想不开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虽然我已借花甲之年，不变的原则是不负人。如今他努力工作还钱，什么通告都接，健康一度亮起红灯，甚至有过不好的念头，传讯给友人，今晚是我人生的最后一晚。之后虽在脸书上报平安，但债务将他压得喘不过气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高中哪来的感情？高中还没有喜欢女生？哪有，自卑的要死，哪敢啊，连女生都不敢看。可是不是很早就娶太太了吗？30岁还早，29、哦、那追太太很顺利吗？那是我在唱民歌的时候，他是柜台里面的会计。我说过柜台离舞台很远，看不清楚。可是歌声很动人，他一定就会喜欢啊。他所以他对啊，就是歌声，他觉得哎、欸，这个唱歌人应该还不错。那你带他来台北发展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担心你会收入不好？我比他担心，他反而不担心。也就是不管是买房子，或是他一开始亏，知道不？少气的重，他会先做了再说。那我会比较怕，他就不怕。那他没有被你吓到要去找事情自己赚钱过，就他一直都靠你赚钱就可以养家，对不对？我这一路其实还蛮顺利的。嗯，到现在会有负债是因为那个状况嘛。其实一路都还蛮顺畅的。如果没有出状况，其实钱就很其实是很 OK 的。这一路上，
碰嫂绝对是最辛苦也最伟大的。她为彭恰恰生下儿子一女，一路跟着老公从默默无闻到飞黄腾达，陪彭恰恰度过了自卫光碟案，帮忙收拾欠钱烂摊子。但这几年看着老公债越滚越大，也让她痛苦到下跪哀求：“你不要再借钱了好不好？”看得出家庭早已因为债务而破碎，如今传出离婚消息，也没那么令人意外。说到底，借钱不是坏事，但必须衡量自己的能力。尤其想不开碰了高利贷，那高利贷就是个可怕的无底洞啊，任凭他有多大的金库银库，迟早都会垮。我们祝福他能早日脱离债坑，也希望大家知道，凡事要尽力而为，但也要量力而行，不要把自己一手好牌打成烂牌。